整红素金台北报道，2018 HITO 流行一路奖金三万开会小巨诞盛大举行。平民天团911本届以周法如专辑夺下最具舞台风格艺人大奖，三人对于首度获得 HITO 流行音乐奖肯定深感荣幸，在台上兴奋都怕服气了，更感谢电台粉丝投票支持，他们也自我念力承诺要制作更棒的音乐献给歌迷。两年前911在网络爆红，歌曲点击动辄上千万，但却因为歌词铺陈使用限制级等字眼，曾一度在电台媒体被消音禁播。而911现在的歌曲创作更趋于成熟，不再被鄙视为庙会团体，这不知是遭受多少酸民攻击，一路走来至今，虽然要努力的还是很多，但从被电台消音到获得电台肯定，这绝对是一段辛苦的过程，也感谢主办单位看见911的努力。谈及2018娱乐计划，911今年将会与更多歌手合作新歌，希望再创网路先末韩歌，敬请粉丝拭目以待。稍早911首度登上 HITO 流行音乐奖舞台表演，三人精心规划演出，请来专属 DJ 控音制作，三人超杀的麦力标唱黑暗的社会，搭配舞者呈现磅礴气势，最后三人上演黑社会火拼场面为现场掀起高潮，紧接气氛转换为欢乐氛围，宛如大型电音夜店。三人演唱派对侠，轻盈地跑到舞台前方与粉丝近距离接触，更带领全场粉丝齐跳招牌舞步，为演出划下完美句点。2018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，911记者赵诗勋社。911表示未来会更努力。记者赵诗勋社。